从小西天辗转来到盘丝岭，哎呀，欲求见百目真人，谁知他闭关不见，还把我捉进洞来。我听说那蜘蛛精大多如狼似虎，可能正需我这般精壮汉子补补元气。哎呀，今日多亏猴兄弟。 若非你一路相救啊，我怕是回不成火焰山了。哎，猴兄弟可曾听过天命人？说是有位天命人一路大赦，誓要救活孙大圣。我家大王与孙大圣曾是结拜兄弟，大圣陨落后，大王好似变了个人。 将我等遣散，那天命人若真能救活孙大圣，在下也愿助其一臂之力。这一路来，我到处求人，虽济穷力竭，一无所获，却也想通了。猴兄弟，我已做好打算，求人不如求己，他们不救，我自己去救。他日若能在火焰山相逢。 定与你饮酒欢会，万万保重。这一路来，我到处求人，虽济猴兄弟他们不，他日若能在万万保。这一路来，我到处求人，猴兄弟他们不，他日若能在万万保。这一路来，我到处求人，虽济穷力竭，一无所获，却也想通了。猴兄弟，我已做好打算。 求人不如求己，他日若能在火焰山相逢，他日若能在火焰山相逢。
哼。